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学实验室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科学实验，吸管大力士。实验材料：直身瓶、吸管、水。实验步骤：先用吸管深入瓶中，尝试提起来，发现失败。但是如果我们将吸管换一个造型，把吸管从中间折叠，再来试试看。将吸管深入瓶中后，吸管一端顶住瓶壁，再轻轻一提，瓶子被吸管提起来了。科学原理：本实验利用了三角形的稳定性原理，被弯折的吸管深入瓶口后，吸管恢复原状。由于被弯折部分比瓶身直径长，被弯折部分就卡在瓶子的窄口处，形成了一个三角形，所以吸管就可以像支架一样将瓶子拎起来。